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超级马里奥奥德赛，我是蔚蔚。那我们到了这个沙之国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天。我们昨天呢就在这个沙之国的这个城镇逗留了一下，拿了很多月亮。那我们后来进入这个遗迹，那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以后，今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继续玩，去找更多的月亮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准备过去咯。这样，然后到这个地方，就把这些仙人掌打坏。这样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去这个二 D 的空间里面哦，继续哦。所以这个是跳，这个是蹲下，我们还要进去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才说准备好了。叫我们出去。然后马上放这个飞弹，我们就用这个飞弹撞这个。这边有个月亮，这边有个望远镜，我们等下来操作这个望远镜。现在我们先过去找那个月亮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生命值，有点危险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啊，因为这是什么地方？好，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反正就算真的不幸死了哈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只不过是少了一些钱币而已。所以这样，我们就飞过来这个地方。那继续往前面走之前，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，这样这边我们可以跳下去，这样不会摔死，因为这是马里奥兄弟，不是萨尔达传说，所以不会摔死。然后到这边就可以开启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昨天看到的开关。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门打开。门打开到底有什么好处哦？其实我也不太了解，不过我就是把门打开了。那我现在再把自己传送到上面，就不用再走一遍。所以我到这个地方，差点沉下去了，不过没有关系。然后没有拿到这个圆圈，其实也还好，但只不过是些钱币而已。好，虽然是这样讲，我还是去拿了钱币。
那再进入这个二 D 的画面里面。这是刚才我们拿到的这个月亮。这边其实这边还有个望远镜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望远镜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月亮。那边有个月亮，这边上面有个月亮，这样我们有个大概的了解。上面还有一颗月亮。好，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坐那个浮板过去，下一个地方，也可以把自己要变成这个飞弹，这样也可以，可以坐浮板，也可以当成自己是飞弹到这个地方。然后上去这个塔这边，这边就可以进去。好，小心点。不小心被他打中了。好，这样叫我们到这边以后，你还可以到这边，这样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地方，在真的要上去上面拿月亮之前，这边有一个月亮，算是隐藏版的月亮。拿到这隐藏版月亮以后，等到这个浮板过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去这边，跑到上面这边，离开这个二 D 的世界，去拿到这个月亮。好，那今天我打算就先玩到这个地方，它很冷，那我们明天再继续玩下去。这个超级马里奥这个奥德赛实在是一个蛮有难度的一个游戏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飞弹打死这样。那我们明天再继续拿很多的月亮，我们明天见。